你的国画进步慢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因为你过多解读写意，而忽略对物象结构特征以及生灭规律的了解。下面以紫藤为例，分两点进行讲解。第一，看操作。正面全开的紫藤为什么要这样点？是因为半开的花为什么这样点？是因为花苞为什么要这样点？是因为你明白了吗？第二，当你了解了结构特征之后，至于画成什么颜色，可以留给写意，比如这幅墨藤，填在收藏吧。